不是有一个跑腿功能嘛，然后在那个地方买了些药，然后送给我女朋友。主要是买了那个感冒药啊，还有体温计。你像这些东西，咱们正常买的话，我不超过100块钱。然后结果他最后买完之后是300块钱，就差的比较大。他打一个小票，他还真打出来了，但时间上他就差的比较多，不是说立马就打出来那个小票，然后我就产生怀疑了。这个维持银票片犯罪嫌疑人周某自定的价格为86.5块，我们根据天猫、京东以及还汪星辰三家完采的价分别为8块、7块、3块。通过这个采价了解到，周某在维持银票片逛这一种药里面就大概诈骗了对方80来块钱，四种合计金额是293块起。通过我们采价之后算的这四种药品，周某一共诈骗了被害人刘某224.1元钱。这些都是周某接的订单，姓名和身份证号都是虚假的，电话号是不实名的。周某用这些为了就是诈骗顾客。